昨晚燕子在天空飞舞成千上万只狂飞，场面壮观，飞累了就栖息在电线上刷好几排，密密麻麻。一整排的，它的每一条，你看电线杆上每一条都是占满满的。所以你看那地上鸟。 这个大概3天。柏油路上都是鸟屎，全都是燕群的杰作，被戏称是鸟屎路。最可怕的是，走在路上或骑机车，一枚注意就被淋大便雨。市集让住在人的区中正路2段以及北宝路跟民安路的居民饱受困扰。光弯到会头前啊，我会叫我放假回拢晒啦，啊，洗不了便啊，照常来咧放。鸟诈骗就造成大家住户的不方便啊，走过去会怕被滴到啊。居民装设驱鸟球模拟老鹰眼睛，结果。 久了就没效，跟燕群大眼瞪小眼，根本没在怕。区公所啊，农业科的都有来看啊，也想不出什么方法，只有用那个类似红色灯来驱赶，但是来试一试，好像也没什么效果。 到底燕群怎么会在同一个地点爆量聚集，造成大便雨灾情严重？目前农业单位都还在研究，驱鸟球、投射灯各种办法都用上，还是没效。鸟事太棘手，让当地居民看到鸟屎就崩溃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 水神抗菌液呢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所以是温和不刺激，所以呢是没有残留、没有污染，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。小朋友、孕妇都可以用，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，也可以输入燕莹的退医健代码 CTI 我发发，好，可以有折扣哦。